看到中华职棒 LAMIN GIRLS 24号和歌手杨成军共同录制新歌《青春白日梦》。录音过程当中，除了唱歌之外，为了拍 MV 还一起练习跳舞。俊男美女的组合也吸引了不少媒体到场。职棒桃园啦啦队 LAMIN GIRLS 24号身穿 LAMIGO 的队服，与新生代的歌手杨成军共同录制主打歌《青春白日梦》。录音过程中，啦啦队与歌手还一起唱歌跳舞，现场相当欢乐。特地邀来了现在超人气的 LAMIN GIRLS 一起呢来合作一下这首歌，这样 MV 的部分呢也会跟 LAMIN GIRLS 一起来拍，而且呢会一起有这个热歌劲舞的这个动作。歌曲《青春白日梦》动感十足，与啦啦队合唱，同时也拍摄 MV。俊男美女的组合唱跳出每个人从小都有的青春白日梦。然后球场我们最主要是传达我们的活力，然后还有我们的动感给大家。那在录音的时候呢，我们除了要传达活力跟动感在这个声音里面之外，我们可能还是要在这些声音里面捕捉最完美的那一刻。歌手杨成军即将发片， LAMIGO 桃园队还大方支援6名 LAMIN GIRLS 助阵，而未来这首青春白日梦也会在 LAMIGO 主场播出。联播新闻分高雄报道。